没没人想证明自己聪明，却造成反效果了。演艺科廖玉华荣获最佳昏睡奖。陈荣银是谁？还第一次大胃王比赛。黑社会蠢妞大战，答案一个比一个还劲爆。屈原投什么江自尽？简称袁绍。还黄河嘞？哦，我想到那个跳到黄河不行，我想他应该是跳黄河吧。更多超乎想象的下答案，让老大超傻眼。我们的老师黑人助教小香 ，Are you ready？ 上一秒。我刚刚很俏皮吗？俏皮，好俏皮哦！我爱这会。上。今天录影是礼拜六啊！哇，开心的。喜欢礼拜六录影吗？不喜欢。为什么不喜欢？没有啊，礼拜六是放假睡觉的好时间。对。真的。你们也要当艺人啊，没有假期。这是好。今天要真正的选出我们班的蠢妞是谁了。我们班呢，很多网友或者不了解美眉的朋友呢，都会觉得自己是脑残，嗯，对不对？这边都是脑残的，然后可能知识水准不够丰富，但是也是有几个聪明的，是不是？谁呀？今天要调查的主题就是谁是黑社会的蠢妞了。虽然说人美不一定代表笨，不过咱们美眉之中的确有一些是笨的可以。到底谁会是黑社会的蠢妞呢？然而在选出蠢妞之前，现在看看咱们班上美眉们公认最聪明的人吧。是瑶瑶，感觉她的反应很快，做什么都很厉害。因为客家协同的她不仅精打细算，而且她也很会玩速读，我想她的脑袋一定非常的活化。最聪明的美眉就是瑶瑶，因为谁可以比妙丽还要更聪明呢？瑶瑶每次老大丢话给她，她都能接得很漂亮，而且超有点的，而且都很好笑。她是一个很有梗的人，所以有很多镜头还蛮心机的啦。是瑶瑶在节目上反应很快，才思敏捷啊。是瑶瑶很机智聪明，随时随地都能接一个超劲爆的话，不愧是一姐。最聪明的竟然是瑶瑶哎！谢谢大家这么捧我，谢谢。你也觉得？我觉得瑶瑶真的蛮聪明的。怎么说？长相方面，我觉得蛮聪明。长相也很聪明。长相可以看出来一个人聪不聪明，像之前的小杰就好像阿达达，搭配牙疼干嘛？我瑶瑶聪明，对瑶瑶聪明，因为上次我们。整生日那一集啊，就看得出来你不仅聪明，你还有义气。老大，以后不要发当。老大，人家很讲不过去啊。没有。对啊，不是他们。没有，换就谁讲了谁负责嘛。来，把那个交换回衣服来。大。以后不要发当。好，小佳先上去啊。小佳先上去。不是。以后不要发当。不应该这样啊。不是这样子啊。不用了，这个我因为这里面也不好剪了。不是啊，他很这样子的，做效果倒霉啊！啊，对。你不要打我啊！打死无辜，做效果倒霉啊！哎呀，我超经典的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那句话超经典的，做效果倒霉啊，然后就大哭，超有气。你很有义气。哦，那时候我人在广州，捎来一个喜讯，就是收视率爆高。真假多少？你看得意的嘞。所以正式宣布改形态。不要！整人黑不浪。很辣，黑不浪。
老大，那您可得小心一点，改期待的话，制作单位一定第一个找您下手，改您的布袋收视率马上飙高。现在要看笨了吗？因为我们今天有智力测验，一连串的，绝对让你上上下下的心情，好不好？先看笨的，来 VCR。马上来看看妹妹们心目中的蠢妞第三名会是谁？然而都不说话，很默默的感觉，感觉一说话被发现她是很笨，所以都选择沉默。聪明是甜儿，她动作蠢到就是爆炸，临场反应又有点奇怪。她看起来都呆呆的，而且每次老她问她问题，她都会放空，然后就说不知道哎。今天早上来的时候，甜儿一个人摇摇晃晃的走在外面，说要去买早餐，后来隔了40分钟才回来。哦，原来是他迷路了。天哪，怎么这么笨，都找不到回家的路，都默默的不说话，感觉就笨笨的，而且弹琴还驼背。知道弹琴不能驼背啊，就是要抬头挺胸，知不知道？天哪，因为不会抢镜头的背景妹妹都是笨的。聪明王，全班公认最傻的就在你旁边呢。真的，我就觉得今天他干嘛坐在我旁边？应该因为他最笨，所以坐我旁边。你要辅导他呀。好好好。天儿，天儿，你自己承认这一点吗？承认，承认。在家也是傻傻的这样。在家其实我话还蛮多，不像在这边。对啊。所以在这边有什么障碍？你现在可以跟他。没有没有。我们需要怎么改进配合你的话？糖果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他还蛮比我更害羞的感觉。他这算是害羞吗？比我更放不开，因为我之前觉得我很放不开。现在你放开了，天哥，你有吗？多聪明，拿出来看一下。我超聪明的啦。哇，看起来很弱啊。哇。哇。这是自己巷口定做的吧？哈哈哈哈哈。看一下大安区仁爱国小96体育表演会田径第二名。体育啊，体育跟聪明没有关系。对啊，这种哦，我家这么多。哎呀，听起来比你还高。哎呀，好，这个仁爱国中当选证书，康乐鼓掌。这有什么好事？学期疯子鼓掌，都是这种管秩序的啊，带欢笑。太讲话了，去当的。体适能同职奖。这有什么好拿出来的？你觉得这太弱吗？弱死了。这可以代表他聪明吗？这我都不敢拿出来。哎呦呦，这大了哦，大队接力团。仁爱楷模，仁爱校长的名字还蛮酷。视力保健绘画比赛，什么游泳检测，距离25公尺。哇，恐怕这没有办法代表你很聪明的。蚊子，我很努力。你觉得这些算聪明吗？以你这跟他差不多年纪的，可是就是运动应该跟聪明没有关。你聪不聪明？我有啊，我比那个天鹅。